OK， 那我们现在呢邀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来跟我们玩一下这个怪盗密影的两人局。然后我们已经设置好了，我们设置的呢是按照这个设计师给的一个快速模式来设置的。好，我们先介绍一下各自选的角色吧。我是这个 Nico， 他是主要是他的敏捷很高。我的这个主要怪盗是这个拉卡兰巴啊，他是一个枪手。看一下这两个辅助角色呢，我选了一个疯魔姬和一个暴徒，我选了一个美女和一个帅哥，一个美女和他的看门狗。好，那我们先轮流放置我们的这个标记啊，我们两人局呢就是要放五个，有三个角色，一个警员和一个秘密抽取。那就从我先开始放吧，来吧，来吧，先在出口给他一个，在这里放一个，宝库不能放啊，宝库不能放，对，哎，这样吗？注意，宝库不能放啊，怎么就想天降直接出生到这里边就拿了？我直接出生点就在这里不舒服吗？那我来个这个吧，这么放吧，哦。可以啊，这两边都很方便走，很方便。然后就拿个警察给放我，先开一枪再说。虽然说这个宝库有点远，还是来一下嘛，尊重一下他嘛。可以。好，那从，哎，我不知道我自己把什么东西放什么。那从我先开始啊。哦，开始吧。这就有点，这放了一个什么呀？这是一个记忆力的游戏，我发现，考记忆力的。哦，好，那我先第一个行动，激活这个房间。OK， 好，我的这个拉卡兰巴登场到这个大厅。如果发生争斗的话，会有警察，但是现在没有，所以只有我一个人，所以我就把这个，我可以得一个道具和一分。很屌，很好啊。第二个行动直接移动，激活就是一个行动，对，然后进来是一个行动，是一个罗马展厅，密保需求是怪盗和打手，刚好我是怪盗，所以我能够直接拿一个 VP 4的钻石拿到他的身上结束。 OK， 到我打开一个，等一下就是一个好，那我就激活这个是人储物室啊，可以有两个道具。这个干啥？这个干啥？在这个地方可以用一个行动来抽一张道具牌，如果是怪盗和间谍角色的话，可以抽两张。哦，他这没分。对，他没分，但是你翻开他就会有两张卡，并且你在这儿执行行动还可以额外再抽一张卡。一个王座展厅，密保需求要怪盗和这个，可恶，黑客，这人没有吗？这个人在我这上有钻石，拿不了。对，这个图标是选择一个警员移动一次，但是我们场上似乎没有警员。这儿你捡不到。对呀，可恶啊！这么牛吗？这里是放了个啥呢？我不管，直接激活再说。哦，我的小猫，你的小猫也激活了。我的猫猫被发现了。你的猫猫被发现了，而我是疯魔姬。首先呢，这个房间的奖励是可以任意查看一个房间，一个还没有揭示的房间和得一分。然后这个房间的间谍和黑客呢，power值会加三，刚好我是。刚好他是客户，我是刚好我是黑客、这个、那我们两个就是一样的，都加三、然后我现在是六，你也是六，可以，那这个就很关键了，是吧？很关键的，紧急支援，我友方争斗结算之前，我可以将友方就是我的一个这三个图标的一个角色，立刻放置到当前房间。那么我该如何应对呢？我决定死吧，直接扣血吧，直接扣血吧。那你掉一点血。好，然后我得一分，并且我还可以查看一个板块。我决定查看那个秘密查看的那个出口。
我登场的时候，刚才忘了结算。嗯，我这个封魔期登场的时候，嗯，同房间的一个敌人会受到3点伤害。我操，这么猛吗？对，并且他会与一个未激活的友方标记交换位置与激活状态。但是你交换了，相当于他就变成没有激活的，另一个角色就变成激活了的。可恶啊！我怎么不使用？我要使用。不是我的帽帽，每一次出场都是这么的可怜、啊。我看一下哈，我那个角色在这里，我把它换过来，相当于刚刚登场的是这个嘛，也一样的。OK， 也一样的。嗯，好。不过他的其实我刚刚不需要把它调过来，没关系。好，好，那我就补一下我的这个技能哈。啊。那我先在同一个房间交换了。对，我移到他身上啊。然后我这个角色移动一步，先跟你枪手在这里哦，只是零哦，可恶！好的，算我的，我没看到，算我的，我没看到，我掉一点，但是我依然可以捡这个箱子。好，那我结束。可恶啊！那就到我了，到我，那我就直接去这里，我就不信了。哦，首先有一个，先来一分，对，还能有一张道具卡，还有一个两分的表保障。哇，那我就接入这个吧，剩下一个是你接入是这个。好的，这是一个楼道，首先获得一分。角色进入时如果没有敌人，哦，可以额外移动一步。哦，这是一个什么呀？哦，你说黑客，他可以额外动一步。到这儿结束 ，over。你的帽帽还有多少血？已经扣了4血了吗？对啊，这么拉，哈哈哈哈哈哈！啊，这个帽帽克我，每次玩它都是先是一个3血开局。啊，好，那我先移动过来。好，响应，进入房间的时候击飞你，若是在这一个房间还对你造成1点伤害，被你击中。好，那我也要发动我的技能，击飞你，对你造成1点伤害，可恶，并且击飞，都往这儿给我击，都往这儿给我击。有一个禁足，好，我有一个禁足。然后刚刚都往这里击飞。首先我结算我的，当一个宝物标记进入这个房间的时候，我可以选择一个友方角色执行一次，又击飞了一次，又执行一次。哦，还有这样啊！我的帽帽扭起来，开枪打你吧，打一下吧，反正我感觉也没有什么行动，只是在这里用枪打，远程，然后一格距离，没有敌人，所以我可以开枪。好，开吧。好，然后我会投两个箭镜头。嘿，好的，无事发生。无，直接无事发生吗？对，因为他要投出命中和暴击才有。哇，他把警察抓过来了。怪盗和这个间谍这两个角色争斗胜利的话，可以立即脱离。哦，那他没有争，没有争，没有发生争斗的话，就是按照正常流程。但是因为我们还有四个东西没有激活，所以说现在是不能逃跑。哦，要全场激活了才能逃跑。哦，我都不知道，刚刚我才讲。哎，但是你这个已经，那个、也无所谓，你翻开，反正早晚得激活。受伤了呀，可恶、啊、你来投吧，决定自己的命运，决定我的命运。一点，所以那我移动到这里。好，这个房间就起火了，是一个金库，获胜，这是一个获胜会有。有一分，获胜有分、啊、然后这两个角色房间奖励会额外加一分。你是哦，好像不是，那就一分。但是这儿有个警察，来再结算。怎么又是一个警察？再结算。为什么你两个都是警察？我两个都抽到，丢另一个都抽到了、哦。我两个都抽到是警察。再吃一血。哇，你被杀得好狠。当一个宝物标记进入这个房间的时候，我进入到这个房间，我可以执行一次移动，我把它移动到这里。然后这个开门狗，当它移动到这种方向的时候，会抽一个道具。牛啊！来吧，牛啊！
首先我打出一张牌啊，我让用牌让它移动到这里。嗯。然后第一个行动，激活这里。你是什么角色？警察靠谱。好的。事发生，我先判定一个警察，掉一点血。掉一点血，然后这个房间是飞，那我刚好是这个角色。翻开的话会登场一个警察，牛逼！再来一个，好，无事发生，然后我会抽一张牌，然后，那我第二个行动我就在这里抽两张牌吧，这个房间 ，OK， 那我肯定走了呀，对，还天天被这些警察追杀，真的很难过。这是一个楼道 ，OK， 得一分，哇。然后角色进入时如果没有敌人或警察可以额外移动一步，额外移动一步，嗯，啊，好，还是过来受伤害吧，还是过来吃一个伤害，怎么回事，三了，只有两滴血了，有问题、嗯，当一个保护标进行这个的时候再移动，所有的友方都能用一次是吧？对，选择一个友方角色进行。那我还剩一个行动，我就让他跑了。但是我先判定一个警察。不过，哦，还好，跑到二十多分就嘎了。好，牛啊！现在，首先我让他走一步到这里，然后执行一个警戒判定。掉一血，开一枪嘛，开一枪再走嘛。你第一个行动不是移动吗？我打卡了，哦，又是这个，用的卡了，我刚好他是这个，开一枪，好的，两个命中，两个命中什么伤害？我掉两点，我也是一个倒啊，太可恶了，有一点可恶。好吧，没有解决方法，只有暂时倒地，哦，没，只有暂时倒地。那我这个孩子他移动一步，正常移动，捡个包，好像，okay。 刚刚这个人好像没有执行这两个警察判定，是不是判定一下，可恶，嗯，多么多么，我操，掉三血，妈，他还有两血， OK， 要卡球了，推一推他吧，我再移动两个移动，嗯，然后我选择一个相邻的敌人，当一个保护标记进入这个房间的时候，可以选择友方角色移动一次。嗯 ，OK。然后你就把他拉起来，是一个行动吗？不是，是一个，他不耗费行动，但是拉起来他只有一血。对， okay， 那我标一下。对，你现在有五血。好，那到我。OK， 然后我还有刚刚进入这个房间的时候，我已经耗费。好，那我。还是先执行这两个，嗯，反正就额外先动到这儿吧，然后我先用医疗先给他，还有这种道具，可恶，好，然后他再执行一次，好的，给他也判定一下，好，没事发生，然后我第二个行动，算了，我执行一个拖出。我们两人局的话，结束就是场上没有能够控制的角色才会结束。哦，这样，对。那我先打出一个神秘诱饵，把你移到这里来，进行警察的判定。二，然后难受啊。再打出一张这个牌，如果是警察的房间，你们会受每个人受到两点伤害。选择一个房间，房间里面的所有人受两点伤害。那他就倒地。那这个封魔机就倒地，嗯，那我选择一移动，他这个移动一格，当他移动一格的时候，首先他可以摸一张道具牌，然后结算一个一点，很安全吗？还行，主要是我这个猫猫，嗯，我的猫猫移动一步，嗯，移到这个位置，然后判定一个警察，看他能不能跑，就看这一次。然后我有一个防弹服，好，正
然后下一个行动就他直接跑吧，看他也 也是快死了。好，然后得两分。OK， 这就有点难受了。那我开始之前先给他结算一次，差2.5，难受啊。然后我打一个医疗箱，可以给倒地角色使用，我给他回2点，也就是他还有4点。然后他拉起来，然后再执行一次，又倒地了。没事，我再打一个医疗箱，我再治疗2点。手里手上全是医疗箱。那就哦就没有变哈，那还是我，妈过来又是死感觉，这把有点难受啊。这个警察都被我自己放的卡死在这儿了。谁让你我们一起出来办案了？他偷偷的在这个出口上安排了一个警察，太过分了。哦，他们俩都走到这儿吧，死了就死了，死在这儿还有机会拉起来。互相拉互相的，但是他们俩都只差一血了。好的，苦涩的笑容，一些苦涩的笑容。刚刚为那不没了吗？那谁拉谁呀、啊？那怎么拉呢、嗯？拉不了了，现在我就变成警察了。哦，你现在是警察了。对。嗯、不过你可以跑着。对啊，那我现在就是第一步。对吧，对，然后扔一个警察，你打不死呀、啊、对，然后拖出、嗯、可以、嗯、结束了。可恶，我的这两个怪盗就死在了这个门口，太难了。我觉得这个游戏道具牌还是挺强的。确实，我就是8分，但我如果没有算错的话就16分。牛牛逼，终于赢了，我们的猫猫终于赢了一把了。这我觉得这把的地形，这把地形很适合。对 啊，这把地形很适合玩的时候，之前玩的时候就是因为没有开这种图、嗯、完全用不到，对吧？对，这两个也是一共有1、2、3、4、5个地形，这边全部是，全部都适合我，正好这里又全部都是宝藏、嗯、确实这个很、嗯、这个很看运气，这个、嗯、这个角色就是。然后因为我们玩的是他的快速版，所以它这些地形是提前就已经设置好的，这些都是定好的、嗯、所以但是我们正式版的话，它那个地形是玩家自己随机设置的、嗯、跟这个是不一样的。 OK， 但我觉得两个人玩这种快速版就很好很好，这样也方便，而且玩起来也很快，地图也很小、哦、你要是两个人玩那个正式版的、嗯、地图一堆，你都不用找它，你们 各自收集各自的都可以。我发现了我为什么死在这儿，就被我自己放的这个警察被我放在这儿的警察一开局放了一个警察，害人害己，结果没有害到别人，害到了自己。他自己卖了这个警察，有是你们那的内鬼。好的，那我们今天试完就到这里结束啦，拜拜，感谢大家收看。会有人看到这里吗？我觉得可以的，没问题、OK， 结束。有一个人看都是赚。